如果你预购专辑的话，就有一个抽奖的机会了。这个抽奖的机会呢，是11月14号跟15号，我们会有一个上下册的那个特别的专辑的活动，就是在那个淡水的云门剧场，它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演出。我会每天公布一首接下来8首歌的曲目，接下来还要唱的是下册的第一首歌。今天听说开始预购的时候，就是唱片公司就很开心，就说耶耶耶，各大排行榜都变成第一名了这样子。现在这个年代已经没有这么多人在渴望实体这件事情，就你们竟然都还愿意去买。如果你预购专辑的话，就有一个抽奖的机会了。这个抽奖的机会呢，是11月14号跟15号，我们会有一个上下册的那个特别的专辑的活动。就是在那个淡水的云门剧场，它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演出。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第一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拿下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轰轰轰轰轰。阿哥最怕的，他有愤怒值在里面。